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灯影，就是做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自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圈，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手都这个做金刚圈，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热热乐乐，嘎干嘎干啊，咋咋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嘎干嘎干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嘎干嘎干啊，咋唱咋咋呢？咋唱咋咋呢？哒哒哒哒呢？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嗡耶达玛耶达扎巴瓦耶腾德肯达坦嘎多，哈呀安德腾肯扎哟努罗达。Yang bada ma kama na soha. Om ye da ma he da cha ba ba he tan te ken ta tan ga to. Haya an de ten ken za yo no ro da. Yang bada ma kama na soha. Om ye da ma he da cha ba ba he tan te ken ta tan ga to. Haya an de ten ken za yo no ro da. Yang bada ma kama 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当即求当八佛根等拉，当当住持给彼将僧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当街求当爸爸跟灯拉他当住持给别家僧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喇嘛耶当观住所南无
dadam do je ki bi ja sam che dadam da yi sim jin na ma yi ne sa jie yin ba la yin ba ra xie ba da ni de cha jin jo de sim jie do dadam da yi sim jin na ma yi ne sa jie yin ba la yin ba ra xie ba da ni de cha jin jo de sim jie do dadam da yi sim jin na ma yi ne sa jie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里想跟词叫我对接成那边来嘛，你没本作家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的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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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首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师叔法今天大家共同修行的恶鬼的痛苦啊，就是地狱的痛苦，讲完了恶鬼的痛苦，恶鬼的痛苦修行的时候呢，先那个皈依和发心自和啊，就向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恶鬼众生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饥饿这个饥饿的痛苦。我们观修的时候，首先是这个恶鬼里面有外障恶鬼，外障恶鬼呢有各种各样的业力啊，就有些是就是肚子特别大，就整个四肢啊或者是这个肢体呢就是极其的这种细微啊，就细微，然后一般来讲得不到这个阴识，有些就是恶鬼就是十二面当中连睡的神隐的是得不到啊，最后呢饥寒交迫，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还同时呢就是受到其他恶鬼的一些这个损害，心里面就是不愉悦啊，见到一些外面的这个生灵啊、山河啊、水果，这个时候到了跟前的时候呢，马上的要么这个枯干了，要么变成火焰了，要么呢就是变成就是损害就是自己的各种兵器，所以说外障恶鬼的这个痛苦呢就是不可这个言说，就非常难受。还有那个内障恶鬼，内障恶鬼的话呢，就是大多数都
就也是同样的，就是首先得不到任何的饮食，即使一些得到，就是它吞到口里面之后呢，马上就变成这个火焰了，燃烧整个内脏，然后从口里面、鼻孔里面呢，就开始出现这个火焰和这个就冒出这个烟子，就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特征恶鬼啊，就是特征恶鬼的话呢，就是一个恶鬼的这个身上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恶鬼就是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呢，就是经常用。这个吃他的这个血，喝他的血，就是吃他的这个肉，还有呢，就种种的这个损害他，就是这样，这个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像我们一天的是，如果没有吃饭，或者早上没有这个吃饭，就下午没有吃饭，那这个时候的这种痛苦呢，就非常的这个难忍啊，大家应该清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现在也是甘受恶鬼痛苦的，肯定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让我们自己呢，也是真正转生到这样恶鬼当中是如何的啊感觉。所以这个文字上的道理呢，就是先这个内心里面就是再三的思维，然后这个思维呢成熟之后呢，心里面真的让这个想起了恶鬼的这个痛苦，那这个痛苦呢，就再三的这样观想的时候，最后你感觉到哦，如果我们转生到恶鬼里面呢，不是那么这个好受的。人间再怎么样恶的话呢，如果你没有饿死的情况下，可能五六天之前呢，还是会这个找到这个饮食的。可是转生到恶鬼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的业力现前，就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而且那种痛苦呢，就是无法这个用文字和语言来描述。所以说，大家要这个。一起这个观想恶鬼的痛苦。
是如法今天大家共同修行的恶鬼的痛苦啊，就是地狱的痛苦讲完了，恶鬼的痛苦，恶鬼的痛苦修行的时候呢，先那个皈依和发心之和啊，就向到这个世间上的这个恶鬼众生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饥饿这个饥饿的痛苦。我们观修的时候，首先是这个恶鬼里面有外障恶鬼，外障恶鬼呢有各种各样的业力啊，就有些是就是肚子特别大，就整个四肢啊，或者是这个肢体呢，就是极其的这种细微啊，就细微。然后一般来讲得不到这个饮食，有些就是恶鬼就是十二年当中连睡的神隐的是得不到啊，最后呢。饥寒交迫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还同时呢就是受到其他恶鬼的一些这个损害啊，损害啊，心里面就是不愉悦啊，见到一些外面的这个生灵啊、山河啊、水果，这个时候到了跟前的时候呢，马上的要么这个枯干了，要么变成火焰了，要么呢就是变成就是损害就是自己的各种兵器，所以说外障恶鬼的这个痛苦呢就是不可这个言说，就非常难受。还有那个内障恶鬼，内障恶鬼的话呢，就是大多数都就也是同样的，就是首先得不到任何的饮食，即使一些得到，就是他吞到口里面之后呢，马上就变成这个火焰了，燃烧整个内脏，然后从口里面、鼻孔里面呢，就开始出现这个火焰和这个就冒出这个烟子，就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特障恶鬼啊，就是特障恶鬼的话呢，就是一个恶鬼的这个身上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恶鬼，就是记在一起，然后他们呢，就是经常用这个吃他的这个血，喝他的血，就是吃他的这个肉，还有呢，就种种的这个损害他，就是这样子都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像我们一天的是如果没有吃饭，或者早上没有这个吃饭，就下午没有吃饭，那这个时候的这种痛苦呢，就非常的这个难忍啊，大家应该清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现在也是甘受恶鬼痛苦的，肯定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让我们自己呢，也是真正转生到这样恶鬼当中，是如何的啊感觉？所以这个文字上的道理呢，就是先这个内心里面就是再三的思维，然后这个思维呢成熟之后呢，心里面真的让这个想起了恶鬼的这个痛苦，那这个痛苦呢，就再三的这样观想的时候，最后你感觉到哦，如果我们转生到恶鬼里面呢，不是那么这个好受的，人间再怎么样恶的话呢，如果你没有饿死的情况下，可能五六天之前呢，还是会这个找到这个饮食的。可是转生到恶鬼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的业力现前，就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而且那种痛苦呢，就是无法这个用文字和语言来描述。所以说大家要这个一起这个观想恶鬼的痛苦。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